书宝宝哭了，小动物们有的都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，只剩下小鸭子妮妮还在等待妈妈来接她回家。她不高兴地看看时钟，心想：妈妈，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？妮妮，不要着急，你可以去图书角一边看书一边等妈妈。我想呀，这会儿妈妈一定在路上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她来到图书角，她在书架的第一层的中间选了一本小红帽的故事书，把它放到图书角旁边的桌子上，自己也坐了下来看了起来。妮妮，妮妮，妈妈来了。妮妮听见妈妈的声音，急忙合起书本，随手丢在了书架的上面。当她跑向妈妈的时候，书从书架上掉了下来，被撕开的裂口正好张开口，摊在了地面上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好着急，我们快回家吧。于是妮妮懂礼貌地和山羊老师说：山羊老师再见。山羊老师：妮妮再见。夜晚，幼儿园里安安静静的，教室里也安安静静的。呜呜呜呜呜呜。咦，是谁在哭呢？哦，原来是被妮妮看过的书宝宝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书宝宝为什么哭了吗？